中方对个别西方政客公然污蔑诋毁香港警方的正当执法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警方依法拘捕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多名骨干成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保障香港长久稳定的合法正义必要之举。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为反中乱港分子 撑腰张目的企图和行径，都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